香港地咁多靓女网红，想出位就要諗啲计架。身为健身教练嘅网红瘦瘦同 Lydia 就好知观众想睇啲乜啦。最近佢两个齐齐喺专门拍片，穿住超低胸 sport bra 同瑜伽裤出场，唔係做专喎，係用全身嘅方法猜包剪揼。条片一开头就见到两对警包相围坐埋一齐，两位目测由 D 级以上，佢哋仲特登较慢条片，相围不停要，画面震撼眼球啊！之后入戏欲猜包剪揼就仲夸张，输咗嘅人系要俾对方用手打胸部做惩罚。睇到一班网民暴动，个个都话要玩游戏。仲有另外一条片高炒佢哋嘅索爆身材，两个人仲伸晒脷充满挑逗，难怪网民都话佢哋掌握流量密码。瘦瘦社交网友接近13万 fans， 佢身材好之余仲好大方，社交网友大量福利图。今年年头生日去咗香港某间高级餐厅食饭嗰阵，瘦瘦仲突然除衫，只系着住件黑色 bra， 行为大胆出位。呢、這个举动仲令佢红到去台湾，唔少传媒报道佢噶，认真叻啊！至于 Lydia 社交网就有接近4万 fans， 入面嘅 bikini 相更系唔少得啦。佢仲曾经喺健身比赛攞奖，又被网民评为香港美女，好身材就一定毋庸置疑啦。